和浩特，大清与蒙古第一大通商要塞，去蒙古草原挑银子。大盛魁，草原第一大商号，雄踞商场260年。咱们大盛魁的驼队纵横漠北。王向清，我就是要把你赶出武家堡。只要王向清还活着，我早晚把你们孙家踩在脚底下。从一个挑夫单门庆，成为呼风唤雨的第一大掌柜。只有大盛魁伙计和掌柜的肩膀上有这道疤呀。是身份，是荣誉啊。用肩膀挑出来的财富神话，未来娱乐台经商之道必修绝学，大盛魁。